大家好呀，我是薯条，今天来给薯子做鸡胸肉干。首先戴个手套，干净又卫生。拿一块新鲜的鸡胸肉，切开一半，然后开始切片，小心不要切到手哦。这些都已经切好了，然后铺到架子上，最后放烘干机烘半天就可以了。噔噔噔噔，终于烘好啦，看得我都想吃啦。烘好之后拿一块给蛋挞尝一尝，想吃吗？你真的不要啊？是不是真的不要？不要的话我就给雪糕了。真乖，在我手上吃吧，以后要听话，不要咬笼子咯。铁丝的油漆都被咬没了，你这个小坏蛋。这么快又吃完了，你看你越来越胖了。